震真可怕哎！哎，地震别害怕，看我的防震宝典。防震宝典。嗯，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，规划避难逃生路线，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，准备紧急避难包。那地震时怎么办？保持冷静，立即趴下掩护，稳住抓住桌角。记得哦，保护头颈部最重要。嗯，有备无患，临阵不乱。